爱情就像斗牛一样，只要最后一球还没进，胜负就还没有分出来。这件事是你教我的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现在我们两个是同一队的，你没有放弃，我就永远不会放弃。走，走去哪儿？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这是私奔的。好，就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我一定会找到你，我也一定会保护你，相信我，易胜权。但是我真的好害怕单是我，若赫也会一无所有。若赫的奶奶最近生病了，一个人在国外疗养，她非常想念若赫。对不起，坚持这么久了，竟然没办法坚持到最后一秒，我真是个大笨蛋。
哦，你怎么把猴子丢掉了？那次猴子撞了我，不要了。给我捡起来！怎么可以把自己最宝贝、独一无二的猴子随便就丢掉呢？它不是独一无二的，到处都有在卖。你看，那边就有人在卖。只是到处都有的便宜货，为什么要我捡起来呢？便宜货旧就可以随便丢吗？新的就有比较好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把我丢掉，我是旧的吗？你为什么把你丢掉？我爸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为什么不说一声就离开？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很珍贵的东西，对别人来说不见得真的这么特别。我爸果然跟你说了什么？可以先抱我吗？欣赏我，说我没有办法适应你的商场世界，还说我们以后绝对不可能在一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天真了。我以前都没有想过，你一直拒绝我，其实是为了要保护我。不要这么沮丧的样子。给我一点信心，爱情就像斗牛一样，只要最后一球还没进，胜负就还没有分出来。这件事是你教我的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现在我们两个是同一队的，你没有放弃，我就永远不会放弃。如果我放弃了呢？我还是不会放弃。我的眼睛果然是雪亮的，遇上了全世界最棒的男生。我们叫个暂停好不好？要干嘛？我们现在很明显的是中场落后啊，不如叫个暂停，到场边你一个吓死人的战术，打他们眼歪嘴斜的。是屁滚尿流。哎呀，随便啦，走。走去哪啊？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，没有这些烦人的事情，离开沈家，离开一家。什么商场第十三街的，我都不要管了啦！走，走吧。哎，你说真的吗？这是私奔的。好，就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没有谁叫我当商业天才，也没有谁叫你当名媛淑女。